是 W。好，今天又来买我的命星啊，那个天宫啊，又来买啦，今天又出天宫啊，我又买下来啦，也是一样啊，一模一样的这两个啊，呼，然后一样又是化身啊，最后一天啊，今天是，现在领取化身球，化身球。然后零，然后37个，第一个十连抽，昨天都没中啊，今天让我中一下吧，0.77啊，福子啊，我真的从来都没中过福子哎，靠腰，再来20抽啊，我靠，又是保底，他妈的，哎呦。靠，我不要抽了，这个太烂了，这个福祉运气太烂了，我们换抽真心哦。继昨天还没抽完那个100抽哦，现在是，所以就来抽，这个是第82，然后83啊，84、85单抽出77、86。87、88、89、90啦，哎，十连抽了，最后十连抽啦，给一个金色，我不贪心，给一个金色就好了，金色，哎，我靠腰啊，不给金色也给红色，怎么给两个一样的？哎呦，然后全部紫色，哎，太烂了，我这个今天的运气。这是有点烂耶，然后要去哪？啊，去活动。好，90啊，然后100，哎，这里，好，这个也零一下，精装碎片，然后，好，这个，啊，有十个，要开多少个好呢？先开五个。金色啊，金色明星，给我两个好了，两个，我不是啊，不是，我刚看到什么？我可以看到四个，我没看错吧，各位？我靠呀，我四个哎，我运气很好，我真的很难相信，shit， 我现在有点兴奋，语无伦次，靠呀。哇，运气很好耶，真的，我靠呀，五个箱子开四个金色，太逆天了，现在又来五个，好，五个，我真的不贪心啊，一个就好啊，不要给我全红啊，不要全红，哇，不错耶，有两个金色耶，就讲十个金色，我刚刚中四个，哇，十个箱子我就开到六个金色耶，我靠呀，运气太好了啦，这个180金色，黄月英啊！好，我又来冲一波啦，冲一波！好，现在305亿，然后看能冲多少，来冲一波啊！好，先来升级我们的黄月英，生命2.18%，7400万，然后还差下一个成就就是567，还差七个图鉴，好，七个图鉴。来，我们先开这个刚刚天宫买的，一样啊，选金色的命星，然后八个，呜，然后我刚刚看了下，我知道选谁了，要选我们的貂蝉先，来一个貂蝉，然后还要谁？刘备啊，刘备也要一个刘备，然后。刘备，然后还有谁？贾祥啊！我的记性不错，我的记性不错，我刚刚已经记得要谁了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张角也要吗？张角要啊，张角。然后还有我们的谁？荀彧啊，荀彧。然后，哎呦，然后到谁了？孙策，还有谁？还有谁呀、啊？哎，好像没了哎。好，我们先去看，好看能升谁先？
生这个吗？好，先生这个刚才买了刘备这个物防 2.7% 啊，然后8100万，然后还要升刚刚这个，诶，不是这个，这个貂蝉的，对，这个貂蝉的法防 1.3%， 3600万，对，这个假翔的攻击力 2.3% 啊，6600万。然后这个是张角左慈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攻击 2.7% 启动7700万。然后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，对，这个是荀彧，刚刚的荀彧物防 1.88% 5500万。然后这个是刚刚的孙策法防 1.88% 5600万。还差一个，到底还差谁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差谁了，还差一个那个张角啊，张角你在哪？张角 ，yes， 就是你，张角就差你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去升我们的，靠腰啊，各位，你看这个是 bug 吗？你看。吕布启动，张角启动，这两个橘色的也启动了，然后全部已经拥有了。然后这里你看启动不到，你看我怎样点都点不到。然后我点进去哦，你看还差什么？还差谁？他妈的，你看就是这个，还差一个华雄啊，红色的。可是他妈的这里都没有红色的，他妈的 bug 嘞，这是 bug 啊！他妈的死人 bug， 靠腰，幸好我还有一个红色的哦，妈的，不然我今天就不用升了。靠腰啊，要谁啊？要那个叫什么花熊？靠腰花熊，什么鬼啊？我跟你讲，最好这次一定要能哦！靠腰终于能了，你看，我刚才买了一个花熊，他妈的这里还是没有显示花熊哎！靠腰啊，官方啊，你搞什么鬼啊？你等下。你家三点不是要更新大那个版本吗？新的版本，你靠腰，你之前的版本都有 bug 哎！哎，算了，启动，生命 3.2 啊，8000，一什么？一亿吗？他1.1亿啊！我靠腰，直接升1亿，好，再来，启动啊！命星成就，法防15%啊！启动。应该能加很多战力吧，我估计预算3亿吧，3亿，哎，果然啊，3亿5000万啊，哎，所以这次本来是305了，本来305，然后就变成314啊，所以差不多加了9亿的战力，9亿，不错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这个又开了一个新的，又可以升新哦。我靠腰，我有16个那么多，好，升一下，99万，然后这个，哇靠腰，这个剩7个吧，这个是多少？12跟6个，还是第一个比较多哦，这个还需要吗？哎，夏侯惇没需要哎，都开完了，好，剩一个吧，升星啊。265万，然后这个是差多少？一个两个，哎，这个不能花，这个有5个，然后一个没开，哎，这个可以升一下，400多万哦，这个又是多少个啊？这个不能开，好，哎呦，就这样哦。其实还可以升啊，可是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啊，我就不拍给你们看咯。哎，还是继续升一下好了。我也很好奇哦，他是不是越高星，然后属性加越多？现在是两万的生命跟970，好，29700，哎，也是一样，29700，哎，又是一样，已经4星了，怎么还是一样啊？哎，这是一样哎，
好，最后一颗星啊。哎，原来每一颗星都一样的啊。原来如此啊。好，去开看紫色的哦。这个紫色我也是很多哎。也是一样吗？14480，14480。哎，真的一样哎。好，影片的最后啊，还是一样，去我们的竞技场啊。然后啊，还是日常打我们的无望哥。哎，怎么无望哥还是281啊？哎，靠腰啊，他没提升战力，他懒惰是吗？还是太忙了？好，不管，我又再提升了9亿啊！我再打你，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是有多少。我先手啊！来看看，我们的差距是有多少？好，我的飞天小猫咪呀、啊，然后无望哥的穷奇，好晕呐、啊，晕了多少次啊？哎，才晕了一个，我、哦、靠腰啊，被冰了4个哎，靠腰曹操啊，哇，无望哥的运气不错，翩翩起舞。又来个月影蝶舞，哎，沉默了，沉默了4次啊，哇，屌屌屌，哎，等于相当于打4只，沉默4只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中完了，好，到谁了？现在金牛啊，又晕了2只啊，哎，我也被晕了，靠腰，我破冰了，破冰了，轰将踏浪，死了没？死了1只啊，哈哈哈！好，我靠腰，靠腰啊！我直接死2只啊！哎，怎么这样？哎，不要！现在是5对4，不是吧？哎，4对4了。Falling Potion。哎，来呀，给力啊，赶快啦，不要一直补血啊，补个屁啊。哎，好痛好痛，不要，哇，流血好痛。哎，好久好久，可以赶快吗？好，完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，3只了。哎，怎么打那么久啊，好久哎。我的霸王横江呢？直接收掉好吧。哦，横江踏浪啊。OK， 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。烧成灰烬吧。典韦就剩你啊，典韦。你好硬啊，魏国那么硬了吗？我靠腰，剩2只啊。哎呦，险胜啊，险胜。哇，为什么会险胜哦？应该是一开始就是那个曹操冰了我4只啊！我靠呀，看来冰冻跟这个晕眩哦，造成最后谁胜谁负都很难说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点个赞、打开小铃铛、留言呐、啊。好。所以我很建议啊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命星搞起来啊，先搞怎么说呢，搞那个分数搞到高分一点哦，4个图都开到完啊，才那个属性才加比较多哦。好，就这样了，大家再见。